涉及到直播打赏的问题。直播打赏的核心我觉得是平台的这个抽成比例太高，那么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让更多的人在平台上打赏，所以就容易滋生我们一些低俗或者是一些暴力或者一些这种不利于我们青少年这个健康成长的一些内容。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要对平台的直播打赏的这个抽佣比例要进行严格限制。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就是对我们打赏的这个额度要进行严格控制，严禁高额打赏。当然最后呢，就是能够逐步推动去关闭直播打赏。